全军出击。看完呀，操！看不完了，都一血了。强攻蜘蛛，那肯定是带错了。那蜘蛛，蜘蛛带错了。阿木木一血了。阿木木好像挺厉害的，现在人马阿木木，这是版本答案了。下个版本就削了，老狗熊，又是你，披个北极地服，披个大棉袄，你以为你是太空来的呀？打了半管血啊，还行。怎么没了呢人？别让他吃经验啊，这经验不给他吃。我们也不推，我们就往这一放。把眼儿插一下，插到右边，是真猥琐呀！我这一看呢，你又能猥琐到什么时候？你说兄弟，你现在这个兵线就一直往我这边是推的，如果他一直放役，兵线就会一直推，那他一个兵他也吃不了。往这走来，别打。你跑，往哪跑？给我杀！别着急啊，好意兄弟，先杀狗熊，杀拉克斯。那狗熊没死呢，怎么？狗熊没人治一下吗？这狗熊。哎，狗熊的小绿人咋不闪现把他杀了呢？回家了，他有闪了，回家了啊！还有传送。哎，狗熊是不是闪现没交啊？扣狗熊双杀了，没跟你说短了吗？这玩意儿可短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一级的扣特别短，交了呀。那好，你这平 A 是这么大距离，扣是这么大距离，嗯，可短了。我有药光了，哇！这狗熊一刀不补，我操！我佛了，兄弟，我佛了！宁是真够怂的呀！那就查眼儿，别让他吃经验啊！别让假猴打人啊！控兵线，这我去不了啊。这我可去不了，没办法，那狗熊补十个兵，
超越时间的补刀。把炮车收了，这人就从此以后就在上路就消失了呗。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杀不了你？确实杀不了，跑得有点快，蜘蛛过去了。没关系，这波相当于杀了他，没让他吃兵，挺肉啊！我操！这狗熊啊，16个刀，2个人头，真牛逼，兄弟，我回家了。就从整个人从上路消失了，就没了这个人。整个人没了，你都打不过这木乃伊吧？我估计，我来了，别怕啊！赏金了，赏金150，狗熊。给我越塔来，还赏金呢，6级狗熊塔下能让你活？来，杀来！好，往哪跑？你以为从今以后不在上路出现就能不死，兄弟？那怎么可能呢？回家，我分离者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Rampage.
人没了啊、哦！我到人上哪去了？十一分钟，十一分钟，等个大吧。来杀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你别回家啊！不用回家，他指定是在塔下待着呢。这人不可能出塔，百分之百搁塔下一待。我一去，他从塔下一出来，来杀来！你就杀就完事儿了，没事儿。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就想知道这蛤蟆什么时候出来的蛤蟆，这蛤蟆怎么为什么就一直就不复活呢？这蛤蟆辅助怎么跑过来了呢？我操！打信号，我寻思阿木木呢，我寻思阿木木应该也没啥问题，也就俩小空子，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谁知道他们家这老些人啊？哎呀，这都空了。有跳弹没有？没有跳弹，我们走过来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哎呀，还跟我要圈儿！哎呦我操，怎么带着加血呀？还行吧，我也不亏，这卡莎800块钱呢。往下走，来，这塔不给他们拆。哎，真敢上，行，来狗熊上来，先补个车。能中吗？差一点，可以打。我们也可以先插对面的塔，先把塔拆了吧。我先把塔拆了，真敢往上上啊！这狗熊连蓝都没有，还上呢？哎，就杀着阿木木来，头挺大的。嗯，刚才拉克斯闪焦了是吧？你别让我看着你啊！这咋的呀？回血，
可以再回血。推了吧，下路。谁的惩戒？怎么会有人惩戒我了一下呢？哎呦我！这还套点盐呢？这点盐套的不好啊！真肉啊！哎，你还回头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下路兵线寒冰守吧，我们去打个红的。拉克斯没在，最多现在就有个小光头，他们家真肉啊，发现没？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，哎呦，真是肉啊！而且控制还多，控又多又有控制。不能杀了这。上路收兵。压那狗熊三级，路了怎么不给大呢？高地没了，在他们回城内的时候，这个高地就已经没了。我拆塔特别快，只要没有人守，那就是两座塔。下一波你们继续打团啊，我去中路找一下这拉克斯。感觉他技能应该是有了，往哪走？嗯，往哪走？可以，我好大。算了，就别打了，无所谓，不打了。你俩要打死我呀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你俩想打死我，确实是有点厉害，兄弟。有没有盾？这个来一个盾啥的？那队友支援过来了，先打着卡莎。打不死人呢，这个。这狗熊你打不过他啊？不能吧？哎 ，nice。怎么感冒了呢？感觉鼻子好痒啊。
来个黑切，黑切出完出死亡之舞，去下路带啊，上路已经不用带了，上路的兵线他们肯定会一直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去下路带，这样队友还能打个龙啥的。给个蓝，我差点蓝，兄弟。你们拖一下啊，我拆基地了。这不打大龙了吗？我操！没办法拆基地了，没关系。给我大来，漂亮！你们都得死，我看你们有没有伤害啊！给我套盾来！哪有技能啊？这枪不伤。抢了一波五杀呀，这刚才这波对面阿木把大给用了，然后其他人好像技能也用了，就这种情况，我们这种发育对面敢打大龙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这就不抢了，走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有闪吧，寒冰。哎，这怎么死的？这不好，这不好上了啊，这没办法上了。露露都没到呢，别着急啊。守家呀，守家，你们守家，我直接去拆他们家高地。他们四个人都不一定能拆得过我。没事，你们守住就行。队友马上复活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拆啊。这狗熊都不用管他。哎，有红，反推，这波反推中路，这边没有技能，往哪喂鱼？好像不好推呀、啊，差500块钱，死亡之舞。好大，别着急上啊，先上阿木木，技能不放。哎，狗熊在杀。我们只要不放技能，对面的后排都没办法打伤害，你知道吧？先把塔拆了。呀，这就上了，兄弟们，啊！我给你个假猴来砍个塔吧。
把他三路高地都给他破了。他上路的，三路高地给他破完以后，我们去拿小龙走。这不能再推了啊！不推了，不推了，不推了，溜了溜了。兵分两路，你们回去，我们去下。小驴人死就死吧，死不死又能怎么样？现在他们家三路一破，门都出不了，死就死了吧。这里头没有眼儿呢，怎么？你是不是感觉你挺幼的呀？这可不好打呀，这 ADC 过来了呢。咱不是说好的二打一都行的吗？那怎么 ADC 跑过来了呢？那 ADC 不用守家，他妈出不了门，这他不守了，那马克思都死了，家里谁守啊？那不回家干啥呀？可以出蟹手，也可以出个魔抗装备，出个蟹手吧。不出可血战斧了，可血战斧可以后边换。这把确实比较适合可血战斧，但是这个狗熊我们不是优势太大了吗？我这整场压到三级，100刀加三级，这狗熊一刀不补。我们出这个优势能扩大的更快一点。推推线儿吧，这推推线儿把大龙拿了就完事儿了，往家里边一呼，可以上，我来放眼来了，大龙要抢龙啊！我没想到啊，来来来来来。对，出来，来，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打，我们头给你敲了，你个阿木木，哎呦啊，这波居然打输了，打输就打输了吧。对，打架来，继续打架，快快快快，家别守啊，千万别守家，千万别守基地。千万别守家，谁也别守家啊！你放点技能把兵人一清，他妈守不住了。家都不要了，谁到了？家也不要，也不知道干啥，也不知道啥意思。别守家啊，千万别守！哎，别守，出去打架去呀！不是挺乐意打架的吗？抢龙啊！那三路都让人破了，还出去打团去？本来有门牙吧，可能还能打一打。没有门牙就别打了，够呛了。基地被推平了。